1 to 4 and start with
count five. Five and six and seven and eight and one. So the tag and the 4-6 will look like this. One and two and five and six and seven and eight and one. Thank you for watching. 接下来让我用中文为您示范舞步。这支舞有32拍两个方向，有一个 tag。第一个八拍，左脚开始，行后回，四分之一右转前，劈为四分之三右转，行回跨，行回跨，四分之一右转，三分之一右转，四分之一右转。这是一个右转的波程。第二个八拍。 后回，四分之一左转，四分之一左转跨，旁后跨，扫跨后旁。第三个八拍，跨加扫，跨四分之一右转，二分之一右转前，PB二分之一右转，再一个二分之一右转后，后并前回后旁跨。 第四个八拍，回旁跨，旁后旁跨，回八分之一左往后，四分之一左，再一个四分之一左，后回。这是整支舞，这支舞有一个 tag， 在跳完第五面的时候，你会面向后面。 这个 tag 是两拍 rocking chair， 面向斜左的方向，前回后回。在开始跳第六面的时候，一到四拍不要跳，就从第五拍开始 ，five and six and seven and eight and one。所以呢，从 tag 到第六面，它的跳法是这样 ，one and two and。Five and six and seven and eight and one.